《金刚》主题曲让影迷热血又怀念，不过主角们一站出来气势十足，《金刚战士》电影版刚上映，经典主题曲音乐一下就让六七年级生嗨爆了。That's a lot of gold. 洗脑主题曲让影迷热血又怀念，不过整部电影主题曲只出现大约10秒钟，就再也没有以此当衬乐，让影迷觉得好可惜。《金刚战士》动画1993年在美国播映，随即红遍全球。电影版时隔24年终于上映，但超人装扮比一比。 动画版超人穿着紧身衣，戴上头盔遮住脸，改版后变成钢铁金属盔甲，连出场方式都变得帅气许多。虽然质感提升不少，但还是有人怀念经典装扮。而人物形象翻转的还有他，换了言外，也终于重获自由了。经典的反派角色幽冥女王，当年头上有着大大长角，穿着蓬蓬袖衣服，模样相当夸张。现在则是一袭绿色装扮，套上烟熏妆，扎起长马尾，身材相当火辣。 《金刚战士》当年超级火红，大陆、香港、台湾都播出中文版本，主题曲也是人人都会唱。时隔24年，动画改编电影版全球上映，话题性十足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